巧虎，嗨，巧虎，又来吃饭了。姐姐怕被你吃垮，所以今天改吃干干。哦，你在拍照吗？好，拍拍拍。今天收到了网友的，等一下，网友的，太棒了。那你是不是应该要拍一个？我在家已经排过了啦。真的吗？对啊，所以那是你排的。是高级货哦。